中国人有一种观念叫做柔能可刚，滴水石穿，魔芋是用了这种理念而发展起来这么个行业。做芋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孤独，我这一辈子60年大部分是在这种状态下。它是精神上的食粮，它是精神上的营养。古语说，玉不琢不成器，任何一块好的玉石经过人工雕琢才赋予其新的价值和魅力。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精湛的玉雕技法使玉文化得以充分的体现。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天地的结晶，有生命，通灵性。古人云，玉虽有美质，在于时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说的正是琢玉。今年76岁的李伯生有着60年的制玉经历，他的作品美轮美奂，他把玉早已看成了自己的生命，在雕琢玉的同时也在琢磨着自己的人生。李伯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玉雕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眼里，玉就是信仰，懂玉的人让玉有了价值。用他的话来说，没有一块玉是完美无瑕的，有眼力的人把瑕疵当作一个特色，就是作品。琢玉近60年，石头对我的报偿就是我想要个红日，他给我个红日。李老师，那天我看您干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我看到您手上好多地方都被机器划伤了，然后有些地方可能关节还变形了。我就觉得像您这个年纪还能够坚持创作的，真的特别的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做玉的人，我觉得是一天不做自己心虚，2天不做学生都知道了盯着你，3天不做你周围的人都知道你不干活，这个不好。我的概念是，你要说话背后得有作品，这就叫做道气合一吧。每天清晨，李伯生都在爱犬的陪伴下步行来到自己的工作室。在这里，他能听到熟悉的吱吱的钻头声，擦擦的打磨声。读玉、制玉、传授技艺是他如今生活的全部。为了再现传统的磨玉工艺，他恢复出了传统的木质琢玉工具凳。它叫凳，没有任何别的叫法，一说凳内行人都能知道的。这是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逐渐演变完成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很完善很成熟的很专业的叫做制玉的这么一个东西。您用脚蹬起来这个还在转，是用来雕刻这个料的吗？现在就是这个东西并不完善，有很多东西你花钱买都买不到。中华民族的聪明叫做柔能可刚，滴水石穿，在这个理念下磨玉的方式出来了，所以它不是雕，它是琢磨。我恢复它绝不是想大量的使用它，从一块料我出大型切料就使用它，我知道它是慢的。既然现在有高科技的东西，那为什么不使高科技的做它应该做的呢？但是到了6、7成活以后，我建议必须换到这上头来，让它揉着收坑，把那个玉质把它揉出来，再不是刮完了的那种样子。什么是一块好玉？不干不涩不裂，
戏拟无贼亮之光，盈而无瑕者美玉也。我觉得这个概念背后隐藏的是沉积下来的、沉淀下来的2000多年的文化，甚至更远。做玉的没有一处不是琢磨的相当成熟的东西，一朝一世都是。年逾花甲的李伯生虽然带着400度的花镜、旋转的工具、小小的玉石，想看看正在加工的玉石，根本看不见，一切全凭内心和手上的感觉，也许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感觉吧。而说起他和玉石之间最初的缘分，还得从他初中毕业开始。当时怎么想到要去这个玉器厂工作的？那不是人能选择的，尤其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你想，我叫40后，你我90后，差了大半辈子。对，差了半个世纪呢。那个时候跟现在完全不同，你想找个工作，不是找，你得去劳动局登记一个单子上边。我就记得调补绣社、王麻子刀剪社，反正全是社。哎，看到底下有一个厂，你赶紧就勾了。后来仔细看，叫做公私合营玉器厂。就这样，李伯生在一种懵懂的状态下进入公私合营玉器厂，成为一名学徒工，没有培训讲座，只有一个工位，还有一套磨玉工具。当时做的第一个作品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啊，那叫练手的东西。那个大组长拿过一块粉红色的石头来，往我那练前一放，做个桃子就走了，也没教您。这怎么做桃子？对呀，我简直是你结巴都结巴不出来了，怎么做桃子啊？是什么工具？是刀？是锉？你不可思议的硬的，你一不小心手拉还拉口子，这个石头就像刀刃一样的，真是要沉不住一点气的，那就急哭了，真得急哭了。无论你是男孩子女孩子，完全你不知道该怎么动。那后来您怎么办？那个时候就找师兄去了。我说师兄，这怎么做呀？他也没说话，就拿着这块石头就到我的这个凳上来了，铁的轴，然后他给铆上了一个铁片，然后他就在那个石头上搭一下沙子，擦擦拉个口。那是沙子，是个媒介，是个中介，是个那个铁片要带着沙子来磨玉，这是那最关键的东西。这才真就叫明白了，中国人有一种观念叫做柔能可刚，滴水石穿。磨玉是用了这种科学的理念而发展起来这么个行业。对于琢玉，他遭遇了怎样的磨难？一面是中国传统雕刻技艺，另一面是西方块面立体雕塑造型，如何让两者完美结合？手心人正在播出。没有美术根底，凭着天赋、过人的勤奋和不服输的性格，不到6个月，李伯生就能够独立制作人物雕像。那个时候讲做人物是最难的，人可不是乱画的，站着按头做标准是7个，坐着坐椅子的是5个，盘腿坐地上的是3个半，这叫行七坐五盘三半，然后具体到脸上叫做3庭5眼。你像胳膊肘齐腰，手托腮指齐眉，什么手握拳与肩同，你哪个关节都是有比例的，这个比例都跟脑袋有关，这是规律，这是口诀，千万别忘了。这是叫做磨出来的吧，没人教啊，就是仗着自己叫做磨，磨也是临摹，也是磨性子。为了提高自身修养，李伯生经常一连数月吃住在闷热的雕玉车间，在一个又黑又热又闷的狭小空间学习，
自诩为蒸笼居士。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好学上进的他幸运地被一个人所关注，这个人就是京城玉坛著名的四大怪杰之一的王树森。我正在那干活呢，那个王树森来了，不生来，叫着我到，就躲开车间到楼道去了。静了一会儿，他说：“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又愣了一会儿，扭头他走了。当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我是狼，我走到哪儿都吃肉。不对呀，我刚干了一年，这个不能是狼，我是狗，我才不当狗呢。老一代的教我们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你说叫做刺激你，叫规范你，让你丰富的去想象，甭管怎么着，它是树你的一个正气。在他还在思考第一次见面的话时，王树森又先后两次找到了他，都说了一些让他理解不了的话。直到师父点评他的西施浣纱时，他才明白师父的寓意，才真正了解坐浴的道理。江边有一个穿一身白纱的女孩子洗彩线，洗着洗着汗出来了，拿块小手绢擦擦汗，被江风要吹走，赶紧搭在肩膀上，就一个犄角叼在嘴里边。我觉得多俏啊，哎呀，美极了，很快把这大形就出来，就定下形来了，心里就想，师父这时候要来，保证是全是赞扬。然而师父对他的作品却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评价，伸手把我这个活就拿起来了，脸本来是很自然的微笑状态，越看我看着那脸就沉下来了，最后就是个很不高兴的样子，把火搁凳上，啪啪拍凳帮拍两下走了。我在那发愣呢，我说这怎么了，没表扬到批评了。我正想着呢，他又折回来写了一个口字，下边一个毛巾的巾，啪点了一下走了。这回我别追他问了，那结果有了，我就瞅着这个字，上吊的吊，口中含金，这个吊字是个很不吉利很不吉祥的东西，我怎么暗含着这么个字在里头啊？所以玉文化它必须是美好的。通过这件事情其实把我启迪了，这个行业连这个文化想都没想过，就觉得自己学习没有摸着途径，跟王树森学习以后这刚迈进门槛来。王树森的怪也体现在带徒弟上，少言寡语的师父更多的是让李伯生去体会去感悟，在潜移默化地教他雕刻技艺，十点开脸法让他受益至今。我拿个火柴棍，就是每个窟窿眼试了试深度，完全不一样，有的好像就1毫米，有的是3毫米，有的更深，深浅都不一样，但是有个规律，上边这个4个眼是一样深的。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让我把眼扒拉开嘛，我就扒拉了一边，就成了一个眼睛的叫做眼泡。你想两个深窟窿眼打开，眼儿打开了，留住的那些就圆起来，这边再打开闹了半天是2个眼泡，只是没开开眼睛呢，还又往下挪了2个窟窿眼，是哪儿？是这儿，就是叫做鼻翼根里边那点儿。他敢出这么2个深窟窿眼，就是想让鼻子起来，你扒拉开窟窿眼，鼻子就起来了。再往下移，嘴犄角2个窟窿眼，一直扒拉开以后，嘴是微笑的。再往下移是这儿2窟窿眼，这我没想到，扒拉开以后小下颏起了，嘴也起来了，你一数整是10个窟窿眼。他用这种方法教我开脸，这个寓意真没办法，到现在我敢总结了，叫做减法造型。师傅的指导点拨加上自己的勤奋，李伯生很快掌握了治愈的基本技能，
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西方美术理论、人体解剖学、色彩学、透视关系学，对于人物造型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做圆雕，你必须要使用透视关系。你比如说一个圆球，实际它的基础是一个圈儿，你要让它变成一个球，该怎么变呢？我说只需加一笔，加一条弧线，一个圆圈儿加一条弧线，它就变成圆的感觉了。你再加一条十字弧线，实际就是地球的经纬线，它再不是个圈儿了，它就成了个体积了。如果我把经纬线画得极特殊，大十字还是个平面，还是个圈儿，这里边就有一个你的技巧的使用。所以画一张脸永远是七八分脸为好看，绝不是十分脸。十分脸就是一个圆圈大个十字。一面是老师教他传统的雕刻技艺，另一面是他自学西方快面立体雕塑造型。很快李伯生的天赋显露出来，20世纪70年代他的珊瑚作品《古上飞燕》、青金石作品《恨福来迟》等已经在行业中脱颖而出。1985年无量寿佛荣膺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1988年李伯生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年过40，他如何重新认识玉，回归初心，他如何做到人玉合一？守心人正在播出。当所有的荣誉都到来的时候，年过40的李伯生反而冷静了下来，重新思量自己手中这块石头的分量。一块石头你想用它，你读不懂这个你就没法用，要了解这块玉它的里里外外，你才可能创作它。一块玉石犹如一部著作，只有读熟读透了才能运用自如。曾经有位客人拿了一块较为复杂的料，想用它做一把壶，这可让李伯生伤透了脑筋。创作一把谁也意想不到的壶，这就给自己加了砝码了。所以搁到这儿一天没主意，两天没办法，三天翻过来倒过去，想得头都疼了，还没辙，就这么搁下。为了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李伯生苦思冥想4个月，终使玉料活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转，那个石头本身就明明白白告诉你了，有这么一面展现出来，像一幅水墨画一样。主人不在家，一阵秋风吹卷了案头画，这幅画扣在了骑篓上。有一家老鼠，爸爸妈妈儿子出来偷油吃来，蹬翻了书本，踹散了棋子儿。其实是一个很娴静的，主人不在家，一阵秋风带起来的这幅安静的画面。所以这个构图迅速的，我觉着就完成了。4个月的时间，实际就让我半天就可以定稿了。这是一组18罗汉造像，罗汉的形象身姿既有中国画的风骨气韵，又有西方雕塑的丰满结构。罗汉的造型夸张而不失逼真，表情一庄一谐，栩栩如生。18罗汉创作之初，总得定一个调子，叫做形似鬼魅，心是佛。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举个例子，有一个罗汉，我给他刻画成了像龙的眼睛一样，像龙的眉弓一样，夸张了他的眉弓，眉弓上长着长眉毛，使得眼睛就从框子里头弄出来了，嘴张开，但是是个笑形的嘴，笑形嘴里的牙齿还故意让他脱落了，大豁子牙，舌头是卷起来的。这么处理为什么？我就达到破坏一下表面的鬼魅，不让他吓唬人，把内心是佛的那个善气
反映出来。十六尊里边有三尊这类的处理，内心和外表反差很大的，效果却是相当好的。李伯生的创作思路非常宽广，章法变化多端，史料绝巧，善用俏色。他的很多作品在用料上都突出一个巧字。这个小狗比较典型的用料，我看着它鼓起来，这就腰椎，再往下这是尾椎，腰椎尾椎已经构成了狗狗的后半截的主要造型，你只要做一个头就都有了。你要不认识，你要看不见，那你就凭着你的主观你做它吧，那估计你越做越不好看。所以叫做量了施工，因材施艺，怎么解释这句话，它是很深的道理。你看到玉的某些部分不用去造型，它已经就造型了，那是上苍已经替你造型了，你还主观的去破坏这些东西。可以说大师的每一件作品啊，我能读懂他的这个创作过程的时候，都会给我留很深的印象。有没有哪一件作品给你很大的启发？我印象蛮深的就是他一把玉壶。让你有什么感触呢？这种感触就叫巧夺天工。这个材料的分析到运用材料，通过生活当中的场景和他自己本身所积累到的这种文化结构和造型能力，去把握住因材施艺，量料施工，来创作出这把玉壶，我真正才能读懂真正的玉器的雕琢的巧妙之处。现如今，李伯生的十八罗汉、四大天王、耕织图等作品都被张铁军收藏在上海自己的博物馆里做永久保留。他这个每一件作品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收藏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大师啊，他会雕琢东西。李大师应该是我们在中国像工匠精神里面来说，他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玉雕历史上的非常有记载的一种工匠精神的代表人物。李伯生将他制玉分三个阶段，青年用手琢玉，中年用心琢玉，晚年用神琢玉。玉石于他不再只是冰冷被动的顽石，而是可以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人生知己。他希望自己所传承的不只是技艺，更是传统和文化。我觉着我做了一辈子玉，本身就是个工匠，就是个匠人，但是我真不甘心就做一个只是有手艺的匠人。我希望我是一个需要有哲学思辨能力的匠。我问你是谁，原来你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认得我。我少不得你，你却离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这首《博虎自赞》，李伯生十分共鸣，因为他从中悟出了人玉合一的道理。如今年逾古稀的他仍然坚持创作，制玉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李伯生不愿意做玉商人，只希望自己一辈子都能像玉这么单纯。